徒儿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梦到师父要杀了我。师父，你可曾后悔过？可惜，你永远都没有机会。我输了，这不是仙魔主宰是什么？我会全程反派呀、啊！我能去跟其他角色吗？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？我这师父还真是有些难搞。为师怎么可能杀你？二爷，最近